大家好，我是 TF 家族张泽宇，今天我要来接受 TF 家族趣味小挑战。下面我就来抽取我的挑战内容。10张。这个吧，这个看着好看一点，好看一点，好看一点。射箭，很准，8发10环。哦，太远了，8发10环。这个白点可以，这个白点，这个白点可以，我去，这个啊太远了，我感觉8发10环。第一轮的话，你需要在1分钟之内投进6个，就算挑战成功。还有一个要提醒的是，你一边射箭一边需要唱儿歌。唱儿歌。门前大桥下，有我一群鸭。快来快来数一数，1、2、4、6、7、8。嗯。2只老虎，2只老虎跑得快，是他，就是他。我们的英雄小哪吒，完了一个也进不了的魔法。40秒了。2只老虎。很准，8发10。好的，快，10秒。完了，我这不行了，我这个我感觉我。门前大桥下，有过一群鸭。快了快了，我这样能不能这样？2、4、6、7、8，7、8，7、8。时间到。这个点，这个点吗？10秒10只。哪你一个都没投进呀、啊？所以说我站在这儿，这情有可原啊。6只。你我刚才就这样的，我刚才我就应该第一次10个都投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又让你们了，你那这就算这样吧，算过了吧。但蒙古我确实不会跳，我扭秧歌可以，我东北人，已经看过这种东西。欢迎大家收看我的唱跳节目《套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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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杆》啊，好。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，奔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，无边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。什么什么你问你的什么像大地一样宽广。好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更多独家视频都在 B 站等你哦，哔哩哔哩，干杯。